嗨，小宝贝们，今天我们一起去丛林里面探险吧。我们先去河边看看大象，它的鼻子很长很长，但是尾巴短短的。树上有一只小鸟，原来它是鹦鹉，它的尾巴红红的，很漂亮哦。快看，右边的树上有一条蓬松的黑白尾巴，它是谁的呢？哦，原来是可爱的小浣熊。哇，这是一只大猫咪吗？它居然是丛林之王老虎，它的身体跟尾巴都很强壮。小猴子呢？小猴子在这里，它的尾巴长长的，还可以卷起来。它喜欢在树上胡蹦乱跳。哇，长颈鹿好高，但是它的尾巴没有脖子这么长。它最喜欢吃的食物是树叶。咦，这条黑黑的尾巴是谁的呢？哦，原来是斑马。它正在丛林里面奔跑着，快看快看，有一条鳄鱼，它从水里面爬出来了，它的嘴巴好大，还有尖尖的尾巴。那今天的丛林探险就结束了，让我们一起看看一共有多少只动物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有八只可爱的小动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小宝贝。